还有两只白痴的馒头蛙哦，要来要买的来了，这种蛙嘞不会跳，然后也不太会走，还蛮好付的。然后我们用的是赤玉土跟黑土，要比较潮湿啊，因为它如果太冷的话，它会自己挖下去埋起来，自己帮自己保温。那吃面包虫、蟋蟀那一些啊，笨的可以。哎，你看他脸哦，很囧哦。有没有？你可以看，他脸超囧的，又很可爱。要得来哦。